在上一个视频中，小编讲到了周深11月份剩下的三个有可能的行程，然后有很多朋友告诉小编，周深应该不会参加2020亚洲音乐盛典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指正，小编也是后来才听到这个消息的，因为之前的视频已经无法再修改，所以在这里补充说明一下。回到今天的视频主题，11月份已经没剩多少天了，很多平台都开始企划下一个月，也就是12月份的活动了。双十一已经过去，双十二也已经不远了。近日，湖南卫视拼多多双十二晚会官宣了周深的加盟，同时官宣的还有吴亦凡、孟美岐、胡宣仪、王子异、时代少年团、李宇春、张杰、周笔畅、刘宇宁等众多明星。目前节目已经进入到彩排阶段，而节目正式的播出时间是12月11日晚7:30现场直播。喜欢周深的朋友们又可以看到周深的现场了。周深之前已经参加过各类的现场活动，例如抖音、快手、天猫双十一，如今又是拼多多的双十二，周深果然是可以通杀竞争对手啊。这次周深能够参加湖南卫视的双十二晚会还是非常令人期待的，不仅仅是因为可以看到周深的新的现场，也是因为这是一个更大的舞台。在刚刚结束的双十一晚会上，芒果台可谓是大获全胜，收视率一路领先，高歌猛进，芒果台真的是可以把流量玩到极致。这次周深的加盟可谓是双赢，因为周深会自带高热度和高话题度，同时芒果台反过来也可以给周深更广的舞台展现，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周深。最近小编在听周深的一些好听的歌剧或者音乐剧歌曲，所以很希望能够再听到周深演唱歌剧。无论如何，我们还是期待周深的双十二晚会现场吧。你最期待周深演唱哪首歌或者哪种风格的现场呢？欢迎留言评论，同时也欢迎订阅我们，每日都有精彩更新。Think of me, think of me fondly when we've said goodbye. Remember me once in a while. Please promise me you will try.